是谁？开创行业先河，洞察需求，领航发展。是谁？放眼全球，开拓创新，延伸价值。是谁？立身于行业之巅，以当仁不让的领袖气质，开创中国游乐业的无限未来。欢乐的日子从金马开始，金马游乐集团，中国游乐制造业第一品牌。历经市场风云的千锤百炼，收获游乐品牌的光荣与梦想。金马游乐集团秉承以游乐为核心，同心发展相关联游乐产业，为全球提供优质的游乐产品和服务，打造业界一流企业的经营理念，不断锐意进取，保持稳步发展态势。集团现有厂房面积8万平方米，人才团队仅1000人，下辖金马科技娱乐设备有限公司、金马环境艺术工程有限公司、金马游乐投资经营有限公司、金马游艺机有限公司等4家子公司，是国内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游乐集团，稳居行业之首。金马牌游艺机更是享誉全国，问鼎世界。金马游乐集团以游艺机制造起步，从最初的小型游乐设备制造，发展到今天的高端大型游乐设备研发生产。在大力发展全系列机动游乐产品的同时，成功拓展了高科技动漫影视文化游乐项目，历经30年经验积淀，集团凝聚了行业内最专业的研发团队，掌握了游艺机设计核心技术，获得国家专利48项、省市科技进步奖23项，参与了6项国家标准的制定，游乐制造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金马游艺设备覆盖全国，占领国内高端市场60%以上份额，并远销美国、韩国、中东、北欧及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同行业出口量最大，深得客户信赖和推崇。集团在做大做强游艺机制造业的同时，利用其专业核心优势，发展主题乐园的规划、设计和施工业务，为客户提供一条龙的优质服务，先后承接了国内多家高端主题乐园的整体规划、设计和施工工程。其中北京石景山幻想岛一举获得北京市文化创意奖，整体设计施工的国际品牌史努比儿童主题乐园在业界已引起了轰动效应。今天的金马环境艺术工程有限公司已成为众多高端主题公园的战略合作伙伴。游乐投资经营是集团发展的又一重要业务领域。公司早在2005年就成功打造了我国首个生态阳光卡通儿童乐园，开创我国儿童主题乐园先河，并取得轰动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2010年7月，华南地区首个大型深海主题休闲戏水乐园中山长江水世界盛大开园，在我国率先提出精品式水上乐园概念，是金马投资经营又一鼎力之作，成为中山市最具影响力的旅游景区之一。
展望2013年，由金马集团投资兴建的我国首个极具创意、高科技、寓教于乐的中山长江亲子乐园，以及珠三角地区首个超百米大型地标式摩天轮旅游项目，又将盛装面世。未来，金马游乐集团将进一步开发创意性、高科技游乐业态，创新发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全新概念、富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新一代主题乐园，实现先进游乐制造业与现代游乐服务业双轮驱动发展。被要求的更多，被赋予的使命更重。金马游乐集团秉承团结、勤奋、创新、进取的企业精神，不断凝聚与整合，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砥砺前行。金马游乐集团今天的成长与壮大，正是因为拥有与客户共谋发展、为合作伙伴创造财富、与员工共谋富裕、为社会创造繁荣的企业文化价值观，不断突破，追求卓越。我们金马游乐集团致力于为全球提供优质的游乐产品和服务，打造业界一流企业。前瞻者前行，引领时代永不停步，远见者见远，突破尺度，开创未来。金马游乐集团厚积薄发，以国际化视野和全球领先技术拓展游乐业务，永续经营，使之成为全球最优秀游乐产品和服务综合运营商。金马游乐集团用价值、创新、实力领跑中国，迈向世界。